喂，第四是六间分店开张，你太客气了，你来已经很开心了，还花这么多钱。哎呀，还客气什么？上次要不是你临时借给我布料啊，公司可能会惹上官非，我还没谢谢你呢。啊，对了，公司呢刚刚来了一批新布料，不过我忙着开铺子，忘了拿给你看，改天我拿给你看合不合用？这种琐碎的小事你让下属给我就行了，何必劳烦亲自来呢？要这么简单就好了，那些下属根本帮不上忙。 不喜欢，哎呀，不喜欢一点都不好看。哎，老婆婆，那您再挑挑吧。哎，你看这件挺好的，很适合你啊。您摸摸，这件的料子很好的，颜色又端庄又稳重啊。不喜欢，我不喜欢。哎呀，妈咪呀，这件你说不喜欢，那件你也说不喜欢，你到底喜欢什么样子的？哎，老婆婆，这件怎么样？啊，这件漂亮啊。哦，这件啊，是啊。 会不会太花了？谁说老人家一定要穿颜色深暗的？浅色还有碎花一样可以穿的。如果老婆婆你穿上这件衣服啊，马上年轻10年，你看多漂亮！是啊，很漂亮，我很喜欢。妈咪，你是不是真的喜欢？是啊，你看看，看起来马上就精神了，也年轻了。是啊，我喜欢。哎呀，你这么喜欢，那你就多挑几件我送给你。好啊，好啊。谢谢你。不用客气。 怎么说？我干这行这么多年，多少有点经验。现在的老人家不喜欢穿的老气横秋的，看不出你对老人家蛮细心的。哇，你看看，无论是旺角、弥敦道的自由行，还是山顶的港客一日游，全都光顾你。我看你很快就要开第47间分店了。 你真这么看？当然了，连刚才那个老婆婆都喜欢你的休闲便服，所以这个市场真的很大。我算认识你不是很久，但是我觉得你非常有潜力。啊？相信我，我不会看错人的。我觉得你很有触角，又细心，做事也认真。老实说一句吧，如果你继续留在家人公司，我觉得很可惜。成就？嗯，不要以为成就这两个字离自己很远。 其实你可以拥有。你看看，看不看见蓝色那座大厦？你刚才就是从那里送一个花篮庆祝我新铺的开张。原来从这儿看下去那么小啊！所以一个人长期停留在一个位置，眼光会变得短小。你将来要拥有自己的成就，就一定要跳出这个框框。说起来就容易，我老公他老说我没用。你丈夫好像叫金月，对吧？就是上次……上次真是不好意思，不过呢，其实。 我说了他很多次了，算了，千万不要介意。坦白的说，你丈夫跟你是不一样的，他不是你这类人。如果你要勉强改变他呢，那大家都要受罪。还真被你说对了，我常常叫他要有长进，不过啊，他的 IQ 低的要命。那你觉得他 IQ 高呢，还是 EQ 高呢？如果他 IQ 高呢，很可能成为科学家；如果 EQ 高呢，有可能成为你上司。如果两样都不是，你又何必勉强他呢？ 哇，阿姐，还真有两下子啊！当然了，小儿科我也会，可不是吗？你要能变出奥运会那五环，我就服你。不是，我说你吧。我不行，这个高难度当然要让金月高百飞表演了。娇娇，你玩够了没有？可不是了，你饶了他好不好？我什么事？哎，自从上次之后呢，一路一直生我气，到现在也不理我，所以呢，我想教你变魔术，你可以哄哄他。别闹了，来吧。哎呀，说了不玩了。哎。 玉露，啊，这不是我的，是舅舅的，不关我的事。我说真的，你相信我。傻瓜，我怎么会不相信你呢？不是，是真的。自从上次之后呢，我经过商场门口看见有魔术表演，我连看也不看。
我说了我相信你，我知道你不喜欢玩那些东西，你最喜欢玩的呢就是这个直达升空二号，日本刚刚推出的，我还没买到呢。所以我买了送给你啊，你开不开心呢？你特地买了送了给我，你不是还生我的气吗？哎呀算了，上次那件事呢只是意外，大家谁都不想，我没事了，你千万不要不开心呢。还有啊，你喜欢玩铁甲人，我以后再也不阻止你。真的？老婆你真好啊。对了，你自己玩吧，我回去换衣服，晚上还要去见客人，不回来吃饭了。嗯，好啊，拜拜。哇，哎，喂喂喂，哎，我，你知不知道你老爸姓什么？哎呀，真是让你吓死了，舅舅。我当然知道了，我老爸姓金嘛。知道知道知道。你知不知道你老婆怎么了？一路怎么了？他送给你铁甲人，跑不出两个原因。什么原因？一就是他疯了。你才疯了呢。要不呢，就有问题。问题？什么问题？有的老公呢，一般出去玩完，感到内疚呢，就买一份很贵重的礼物给他，例如钻石戒指啊，当是补偿。难道你说玉露在外面？哎，当然不会了，你别胡说了。那为什么特地给你一个铁甲人呢？以前他不止不许你买，还把你的铁甲人碎尸万段。现在为什么对你这么好啊？总之我信我老婆，她不是那种人。妈，如果想知道呢，也不是很难，一试便知道是不是喽。怎么试啊？如果他真是红杏出墙的话，那他一定会跟着奸夫联络，对吧？你回到家里就查查他的电话号码，看看有什么特别的人给他留了什么口讯，就知道了。这不是侵犯私隐？你不侵犯私隐，是不是想别人侵犯你老婆呀？还有，注意他衣服上有没有留下什么特别的毛发，阿露长头发最容易认了，对不对？哇，那不是像验尸那么验？那你想验尸还是想验 DNA 呀？那奸夫哄女人从西门庆那代就开始了，跑不出送礼物。回去看看有什么东西藏起来了，如果这三样都中了的话，你买顶三层的绿帽子戴吧。我回来了，阿洛。哎，你回来了，累不累啊？累死我了。哇，你脸这么红，喝酒了？你不喝酒的。没办法了，去应酬怎么都要喝一点啊。哇，这么大的烟味啊。错，这个不是烟味，这是雪茄味才对呀。哎，那客人要抽我也没办法。哇，好臭啊，我受不了了，我先进去。我去收衣服。哎呀，我要去洗个脸。快查，这顶茶，快点。很想念你。还有一首歌，《一爱难收》，摆明了有问题。不行，再查查，看看有什么短讯。他比我丑。说你呢？现实摆明了说你。不行，再查查衣服，看看有什么线索啊。白头发，这么短的一定不是阿日跟玉露的。我跟你和阿年更没有白头发，那也就证明这根白头发是其他男人的。不可能吧？不是真就是假，快点查查他最近跟什么人来往，有没有人有白头发。难道是 Franco？我上次见他的时候，头发两边真的有点白头发了。Franco 猫啊！哎呀，人家资历好，机会也多，难怪玉露喜欢他呢。嗯，不会吧？阿美，哎，玉露，你真的在家？你为什么不回我电话？你找过我吗？是啊。今天下午啊，你不是说想要什么大耳狗的音乐短讯吗？我就马上传给你了。我想你会打电话给我的，可是你又没打给我，我怕你收不到，所以过来看看了。哦，原来那个短讯是阿美你传给玉露的。嗯。啊？那为什么你衣服上会有白头发呢？啊？是猫？啊，可能是猫毛吧。猫？是啊，动物园呢，这两天来了一只流浪猫。哎呀，很可爱，很好玩的。那也就是说，那根不是白头发，是猫毛了。
哎，莫名其妙。一乐，我呢还有很多其他音乐短讯，你要不要？好，看看看。来来来，那证明你多心，想的太多了。玉露没有给我戴绿帽子，很难说。你一会儿回房里去找找，看看他有没有藏什么再说吧。锁上了，钥匙。存折、护照。真有一份礼物。你干什么呢？干什么？我问你这是什么才对。你怎么找到的？原来是真的。我把它藏起来就是不想让你知道嘛。你找到了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枉我平时对你这么好，你居然这么对我。喂，你说什么？这对情侣钱包是你说好看我才决定买的。情侣钱包？是啊，那天不是跟你去逛街的吗？我问你这个钱包好不好看，你说好看，正好又减价就买了，我想圣诞节送给你的，可是让你发现了什么惊喜都没有了。你特地去买这个钱包送给我？老婆，当然了，不然你以为是什么？挺好看的啊。送蒸馏水啊，小姐。麻烦你，你帮我搬到茶水间吧。哎呀，石小姐你好。你怎么了？我早上搬东西的时候不小心的扭伤了腰啊。最要命的是我待会儿呢还要把那些水送完了才能下班。哦，那真是可怜了，伤了腰可大可小的，你自己小心一点。是啊，石小姐你是个大好人，那我就把水放在这儿，待会儿你顺便帮我搬进去吧。哦，没问题，我帮你搬进去吧。谢谢你石小姐，你太好了。别客气。啊，对了，我还有封信赶着要寄啊。但是我不知道这边哪有邮局，不知道你有没有邮票呢？邮票有，我有，我有。哎，这里有一张。谢谢你，石小姐。别客气，谢谢，谢谢。小心点啊，拜拜。哇，这么重啊！是很重啊，不过有人轻信别人，让他放下就走了。那人家扭伤了吗？哎，你真相信他？你没看见他刚才出去的时候一蹦一跳的，让他学青蛙跳给你看都行啊？你还让他占了1.4元的便宜。也不是，无所谓了，给人一个方便嘛。他当然方便了，每次都来跟你讨方便，也不知道上次跟你借过什么。哎，我记得上次借了一包纸巾。再上次啊，借了一卷胶纸，还有一杯咖啡。啊，上个星期呢，还跟你借了一支笔，还有2块药水胶布。哇，纸巾2块一包，胶纸5块一卷，笔10块一支，咖啡10几块一杯。哇，还有胶布呢。那不是亏了啊，前前后让他拿几十块了，路姐真是路姐啊。说对了吧，我早就跟你们说了，人呢一定要结识聪明的人，这样自己才有进步的嘛。认识这么下贱的人呢、他随时占你便宜，自己吃亏还不知道。没这么夸张吧、不相信啊，玩个游戏就知道了。老规矩，最小先出。那就是我先出了，我出锦锦。哎呀，助理呀，最小当然是他了。不用这么大声吧？还有哪张可以出啊？当然出这张了。到我了。喂，你一出就出主任了，那也就是让我没拍出了。我 pass。别着急，只不过是银行主任而已，说不定工资比你还少。那不能反悔啊！是吧？各位观众，到我了。噔噔噔噔。万贵妃万隆吧，了不起吗？我就 Roger 比你大，也就如此了，对吧？轮到我了 ，Franco 毛集团主席。哇，好色 ！OK， 毛小慧律师。哇，好色！真的 pass 啊？最后一张牌了。程志美医生。哇，妇科医生。哇，最后一张牌是医生，我们输定了。你们知道为什么要叫我陆姐了吧？我说人不
露姐就是露姐。哎呀，我也看到我的声音了，别弄丢了。喂，好漂亮啊！哇，喂，这裙子好漂亮啊！哎呀，是啊，真的好漂亮。喂喂喂，我先看见的，别跟我抢啊！有什么好抢的？喜欢就拿去试吧。当然。阿威小姐，麻烦你也给我拿大一个号的试试。哦，不好意思啊，这条裙子只有一个尺码。啊？一个尺码就一个尺码吧，拿去试吧。你看你说的，你当然可以了，我生了四个了，这件衣服这么小，我怎么穿啊？你怎么能对自己这么没信心呢？你要对自己说呢，一定行的，那就很自然的行喽。Sure。 嗯，哎，那好吧，我试试啊。哦，你吸口气，信不信？那你憋一口气，跟自己说一定一定一定行，那就行了。手啊，努力，憋一口气，把肚子缩进去，缩进去，缩进去，不行，努力，不行，努力，努力，不行，努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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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明天有个宴会，想约我去。是啊，明天宴会很特别，我每年都会举办一次，来的呢都是行内人，所以我想给你介绍介绍。你知道干我们这行的，有交易要靠实力，关系也很重要。那好吧，如果你喜欢的话呢，可以叫你先生一块来。我想还是不用了，那些地方好像不太适合他去。那不要紧，他要不去的话，那到时候我来接你。哎，玉露。哎 ，Franco。Hello，Franco。哎，你好。啊，这位是我大哥，他在家人公司里负责欧洲那条线。啊，你好，毛先生。啊，你好。上次麻烦你了，把那批布让给我们。小意思 ，Kelly 是我朋友，他要我帮忙，我一定会尽力的。啊，你慢慢谈，我去那边坐。好，谢谢。嗯。啊。这个大耳狗好像很有趣啊。啊，是啊，我找了很久啊，最近才找到的。啊，对了 ，Franco 啊，如果你还有事的话，我们改天再谈。啊，也好。啊，麻烦你买单。好的，谢谢啊。不用问了，阿梅只是一个掩饰，那些短讯摆明了就是那个奸夫传给玉露的。我说了他们俩有奸情吧，我怎么说你也不信。真糊涂，任人家欺负。那也不能只凭那几个短讯就说他们有奸情啊，那些呢到处都可以下载，可能正好碰巧吧。哎，是是，正好。那那个钱包怎么解释啊？啊，那也是碰巧了吧。哼，什么都是那么巧，那六合彩那几个号码你怎么不那么巧买中呢？那钱包呢，摆明是奸夫送给玉露的，不过没想到让你看见了就说是送给你的了。不会的，不会的。嘘，这款钱包呢，是我跟玉露逛街的时候看见的。就算真那么巧，有什么好奇怪的？我看不会吧？不会。哎，沙姐，想做龙虎凤吗？喂，你别打他的主意哦。哇，这么紧张，是谁的？是自来猫。上个星期啊，已经在后巷了。沙姐可疼他了，差点把他带回家里养。嘿，可惜啊，这只猫脱毛。在餐厅里养一只脱毛的老病猫啊，多不卫生，而且还是黑色的，都不吉利。黑猫？这只猫不是白色的吗？如果这只猫是白色的话，就不会那么招它讨厌了。我现在打算把它送到爱护动物协会。那上次可以说是巧合，那这猫不会那么巧，白猫变成黑猫了吧？摆明了有人说谎话，对不对？哇，玉露什么时候买了一件这么漂亮的睡衣？难道又是那个奸夫送的？哎呀，快点洗澡看球赛啊！今天有球赛吗？好几场啊。哎，洗完澡了？是啊。哎，你不去跟阿宁看球赛？哎，我不喜欢看球赛，
我当然宁愿留在这里陪你了。哎呀，别玩了，我待会儿还要出去呢。喂，这么晚去哪儿啊？我约了陈老板谈生意啊。哎，不说了，我要换衣服了，你先出去吧。喂，老婆换衣服，老公要出去。出去啊。喂喂，不会。哇，你干什么？啊，大哥，你那组跟陈老板还有生意来往吗？陈老板移民之后，生意也都带走了，很久没联络了，干什么？哦，哎，就快开场了，还不开？开始了。是啊，你到我楼下了。好，你等一下，我换好衣服就下来，拜拜。难道又约了那个 Franco？哦，对了，我今天晚上很晚才回来，你困了就先睡吧，不用等我了，拜拜。喂，水衣呢？难道真的带走了？这不是给我戴绿帽子吗？哦，哇，好棒啊！我当然留下来陪你了。哎呀，哎。哎呀，没事吧？出去啊！不会吧？不是真就是假的。啊，对了，天天吃罐头，男人变水手。胡扯吧你！那个钱包呢？摆明是那奸夫送给玉露的。不过呢，我马上就看看去。现在打算送到动物县。那你没对白了，我舍不得送去嘛，吃了你，我舍不得送去，乱叫。